清明休息工有真侪人会去绿岛旅游，啊，不过即马却传出，伫个清明连假到绿岛客船，每一班拢客满，船班阁减少，部分是已经订房游客，可能无法度到绿岛去，连岛上民众要往返来陪伴，可能嘛无法度登去。台南县政府表示讲，因已经伫协调船公司调度客轮。天气渐渐进入热天，台东绿岛特别迎接旅游旺季头一个连续假期清明节的四天连假。啊，不过即马上网络订船班，逐班拢客满，要回乡扫墓的当地居民也订无船票。希望有关的单位能尽快与船公司协调，加开班次。经过了解，因为我们有两艘船啊，在高雄哦，在做税收。往回绿岛的船原本一天上座五只，一旦排二十座往回班，不过即马减两只，仅剩十二班。县政府也已经协调航港局，让一只入厂维修保养的船，一旦两早安排检查，加入台东营运。有客轮业者表示，愿意优先安排予绿岛回乡扫墓的居民坐船回乡。如果说有其他的变数，这艘船回不来，那我们也希望说，在既有的这个船舶三艘也能够来加开班次。会优先提供绿岛乡亲扫墓，如果乡亲有需求，船位的部分可以跟我们公司做联系，我们会优先处理。县政府交通科表示，初步协调航港局，上紧二五可能就有一只客轮会结束检查，到时阵请民众注意船游网的公告，上网络订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